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所在四十分钟，咱就会当生一出。安尼欢喜无？有。你来过。啊，若无欢喜，咱阁继续留咧。有影，当然有影在通讲诶。咱这个法理简章吼，诶意义吼。啊，真正是悲惨。有真侪人有咧讲，讲到底美国要怎将政权来交予台湾民政府？整个亚洲地区，尤其是东北亚这个地区的国际局势演变，会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？其实，咱看会出来讲，美国伊的一寡政策。拢是按照美国伊个计划去行。有当时我感觉美国头脑真好嘞，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敢若欠中国真侪钱，表面上看起来美国敢若经济已经无好，但是实际上敢是安尼？你敢知影中国现出时是创下世界的纪录，就是伊个地方债啊。会当说，会当讲啊，是全世界啊上歹做的。中国嘛无影敢若亲像伊讲的讲，因的生活伫偌好，因的财富是集中伫5%的人民的身躯顶。最近，咱有发表一篇文章，叫做《一切都将改变》。《一切都将改变》这篇文章有看的惊手。无一半呢，吼呀！哎，会害啦！恁若要电招，啊，拢无爱看文章啦。啊，文章伫倒？网络啦，是啥物人的网络？台湾民政府的网络啦。各位，恁爱去看啦，因为吼，我们在网络吼，确实实用现主席的国际局势、国际局势，啊，即个现主席，咱甲咱。真有关的日本甲美国，因所发生的代志，拢写伫顶头。你知影？中国最近看起来敢若是真歹。中国伊的军事的支出已经是用要比美国较侪，甚至要拍平。但是咱中国确确实实有影有热闹嘛？各位，无影。敢若讲一个上简单就好，美国的飞机拢是家己制造，包括引擎。中国到今日为止，这个时刻开始来讲啊，中国的战斗机啊，无一架战斗机的引擎啊是伊家己做的。啊，像即款国家是哪就来？无可能，伊敢会呐用吓，家己吓惊。啊，台湾人敢有真简单落去啊吓？有台湾人真简单，啊！台湾人真简单，因为伊知影台湾人的性个性。甲你讲遐有钱好赚哦，哦，大家都现死命去啊！但是真正有赚着钱无？无影去赚着钱。中国甲咱台湾人讲，讲伊即摆愈来愈好个，美国欠伊真侪钱。但是问题是，美国会不会还给中国钱？你感觉伊会行个下手？啊，无半个下手，啊，你是足害呢？啊，欠人钱歹行，啊，你感觉袂行个下手？哇、哦，拢下手，害了中国看到对咱球迷吼，会闹死。中国的空军的上校啊，又讲一句话足趣味的，戴旭啊，伊讲啥？伊等于想想来讲吼。那照美国的记录哦，从来都没有还过钱呐、啊。伊讲哦，上少上少有3次，美国欠人钱，拢无还的记录，但是到落尾也拢免还。第一摆就是美国欠西班牙钱，西班牙，西班牙以前海军是足强的，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讲。
古巴是一个应该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授权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向西班牙开战。会要战争要找理由呢，啊，你若找无理由，你袂当乌白开战。你若无乌白开战，就等于是侵略嘞。啊，美国想规波，伊想到一个方法。这当阵美国有一只船停伫古巴的港口，无代无志，迄只船讲爆炸啦。美国讲西班牙要负责，西班牙讲我没有啊，我没有炸啊，不管，反正就是你。啊，国会就通过。你可以开战，无到半年，西班牙就倒下了。但本来西班牙也真强，西班牙倒下以后，当然是赔了大量的金钱给他们了。你那个赔大量的金钱以外，搁挂四地殖民地给美国：波多黎各、古巴、关岛、甲菲律宾。菲律宾挂回以后啊，菲律宾人算讲头脑比偌歹，因为菲律宾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即马挂互中，即美国以后变成美国的殖民地，反正美国那么远，因有一个阿基诺，伊就率领游击队，一干干唔甲美国的军队，你该游击战。游击战当然一定怕输嘛，因为美国的武器非常精良，加怕遐走，遐怕加走，因为菲律宾有几千粒的岛，你永远嘛抓袂着。到尾啊，美国感觉讲安尼毋是办法，甲阿基诺讲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谈判。迄当阵阿基诺伊叫战争法，伊组织了着菲律宾民政府。所以迄个时阵，1934年的时阵，阿基诺派代表去甲美国的参议院开会，伊讲安尼啦，我美国阁甲你管10年啦，10年以后我甲你帮忙，互你来独立建国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当然，伫迄个时阵，菲律宾感觉讲唔爱袂歹啊。所以，但是问题啦，经过8年啦，在1942年的时阵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哇，麦克阿瑟叫菲律宾和迄个日本人甲赶走。1942年，日本占领了菲律宾以后，人伊叫起工来，一律按照战争法来去处理。按照战争法，赶快伊伫菲律宾嘛成立日本军政府，甲菲律宾民政府。从迄当阵，菲律宾民政府甲日本的民政府，日本的军事政府啊，那正式的名称叫做菲律宾日本军政府，甲菲律宾日本民政府。就像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，那较独立来讲，应该叫做台湾美国民政府。但台湾美国民政府台湾人听无，所以咱就用较简单的字，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因为仿效琉球琉球民政府、琉球军政府改换。1942年，菲律宾去予日本占领以后，日本嘛是有成立日本军政府，甲日本的民政府。然后，伊按照战争法来去统治菲律宾，所以你甲看，今日安倍晋三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，甲咱两个国家去甲反对，一个叫做中国，一个叫做韩国。但是菲律宾有甲反对无？无。印度有甲反对无？无。越南有甲反对无？无。缅甸的无，泰国的无，拢无。北韩嘛无嘛无，也没有错。这是什么样的原因？第一，韩国当时在1905年的时候，韩国的皇帝已经将政权来交予韩国的总统
向推翻。但是日本天皇甲韩国的总统迄当签一个合同，叫做并合条款。韩国伊家己本身保留了着主权，但是将韩国的管理权来交予日本天皇。我讲一摆，韩国本身保留主权，但是将管理权来交予日本天皇。1895年的马关条约内底，清朝是永远放弃台湾的主权跟管辖权，两个拢无去啊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A，韩国在日本只要放弃管辖权，安尼韩国自然就变作一个国家，就为遐来。但是台湾跟菲律宾是完全的不一样。菲律宾迄个时阵，因为美国甲伊签了着一个条款，伊讲要管10年，但是1944年日本占了2年以后啊，麦克阿瑟反攻，用跳岛政策反攻了菲律宾，菲律宾阁收到这里，阁经过2年，菲律宾人甲伊讲，喂。老美，你不要忘记，你说管10年，1934年，你已经管8年，后壁管2年，已经到1946年的7月4号，美国总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宣布讲 ，OK， 你全世界这些国家，拢来搞帮忙菲律宾，甲承认伊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变成菲律宾。建立，但是今日菲律宾人啊，开始后悔。老早知道，和美国继续管不是真好嘛。所以这个情形，波多黎各有着。波多黎各的人比菲律宾人，坦白讲较贫惰。波多黎各的人看到美国来占领波多黎各以后，当然把它当作殖民地啊。但是美国宪法有规定，殖民地的人对于管辖国唔免交税金，是这种的个性，甲咱台湾差不多咧。台湾人叫伊讲免交税金哦，我吼大家拢放炮啊放下，波多黎各嘛放炮咧。但是经过这侪年，应该100年啊咧。1899年到今签超过100年啊咧，美国受不了啦，伊若无钱就甲吐。啊，无钱就吐，煞去美国阁派兵去甲伊徛卫兵。诶，全世界咱讲毋免交税金，啊，我甲你徛卫兵诶。所以，我会记哩，美国国防部甲 CIA 含我伫谈判诶时阵，伊就讲，伊爱加牙切齿，伊讲啊，我们这几年一定要让波多黎各不是独立，就是变成美国的一州。波多黎各也领导下谈啊，足好。那我们来公投好了。波多黎各讲：“你美国不能插手，公投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我们来问波多黎各的人民要不要独立？头一摆独立啊，20%都无啦，20%的人波多黎各人讲我不要独立。波多黎各的人不是戆人呢，伊若独立要交税金，还佫做兵呢。”还买武器呢，其他的。啊，所以美国你甲讲的时候，伊就讲哦，没有办法，老百姓20%同意而已啊。所以美国讲，那再一次，经过3年，因为每3年才能够公投一次，3年以后，以后再公投，我们波多黎各要不要独立？一百五还15%而已。伊阁摆道理，比如讲安尼未使，啊无安尼，伊讲安尼无呢，我来公投讲，我做美国的51州好不好？啊，美国人欢喜啊，有人要交税金嘛？那唔好，好，你就说要不要变成美国51州？投票30%，按经过几年啊？9年啊，美国做足侪宣传呢。再一摆，12年了呢，再投票，
搁三十趴。五十二个讲，唔是我不爱独立，也唔是我不爱五十一州，是老百姓不爱呢。安尼变安怎？美国罗贝尔头脑较巧，伊讲你在玩诡计啊！你奈不爱讲要不要独立或者五十一州两个选一个？哎，美国嘛巧呢吼，哎，这甲美国拍一拍手。现在公投说要不要独立或者五十一州选任选一个、啊、你照片起来对不对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波多黎各人头脑要是好，他怕什么？五十一州那么回来对不对？好，通过了、哦、你说这额头的汗突突顶说好不容易通过了、欸啊、现在等你过来跟问国会说国会你国务院在开什么玩笑，我们美国老早就通过说我们不要增加新的领土，因为呢波多黎各人老早就将美国的宪法给经历得清清楚楚，安尼明啦，明啦，波多黎各讲，来，我欠钱过来，我欠卫兵你过来，所以。波多黎各已经变成美国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今天来去告美国，差不多同款的情形发生了。美国讲吼，哎，你这 radio 谈得太好了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我你没小心呐、啊，我头脑不是很好啦。我那头脑很好啊，我三十年前、五十年前我都跟你讲啦，我那拖到这久。有你到底要什么？我很简单嘛，我跟波多黎各同款就好。我相信我的选择跟你的选择都同款，那不是？南免做兵，免交税金，有这个有厝好通住，未歹呢，一年休两个月。啊！美国所有有钱的公司拢来台湾设公司，现在伊若是台湾设公司，伊免交税。哇！全世界上盖好的土地就是台湾啦。但问题咱这个问题，像中华民国伫咱遮咧，啊，这中华民国，伊不爱离开啊，谁人不爱离开？你知影伊中华民国？用什么手段来骗咱台湾人？伊甲美国讲选举啊，民主时代不是选举吗？所以我们家也有人，讲台湾已经有选举了，也选了总统了，台湾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我甲美国讲，我今日骑脚踏车，明仔我自然演变为面子。安尼会不？会使无？会使举手？啊，未使举手。有你拢知影未使呢？啊，但是啊嘛，有台湾的国际法的专家，我讲名嘛，赶紧啊，陈仁柱先生呐、啊。因为台湾已经经过民主选举啊，经过总统选举，已经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安尼拢相信。刷了伊讲要加入联合国。台湾人也相信，阿妈研究较巧，又要返回联合国，唔知变哪返回了。老早去用取代起来，要返回。所以台湾的所有政治的一切，拢是一骗再骗，搁再骗。但台湾人呢，推推搁再推。欸、你不能打破啊！你是你骂那，你不能打破。哎，叫做推推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今日上巧的人是啥物人？在座各位啦，你伫外口拄着台湾人讲，哎、欸，我的秘书长林志升控告美国呢，你讲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当然嘛唔对。你那下方徛做伙呢？咱做伙告美国的啦，是咱告美国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
所以后摆你爱讲啥，我告美国，大家拢讲我，你台湾，拢总告美国啦。你是台湾民政府的高级的行政人员，你也有告美国啦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无你在受是受假的哦。你常常拢要甲我分你我。我从来没有分你跟我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来，查某的理由啊！哇，查某的跟阮太太同款啊！所以你也知影，今日咱台湾要行出去，啊，用咱的头脑。现主席，局势，日本的局势是甚物局势？今日一昨暗有一个新闻出来，这个新闻伊讲，用美国无反对日本改持集体自卫权，意思是啥？伊要收回。日本若收回拢空过，日本变作由日本天皇直接掌管国事。迄个时阵，日本的新的宪法都不是现主席今日麦克阿瑟的宪法，麦克阿瑟的宪法把日本人规定死去，就是说你不能去跟人烧台，除了你用台死才来接台，那我台死要台死。所以呢，日本人较巧的，日本人跟咱台湾人同款，伊足困扰。日本人的困扰在倒？对日本战后，无将遐韩国人给挂倒去，台湾人的困扰是对，台湾人战后无将中国人给挂倒去，咱同病相怜。今日日本的政治复杂，就是因为韩国人伫啊，韩国人趁袂到，伊嘛真忍耐呢。韩国人无要趁钱，伊用什么去趁钱？拍中国，主啊，主啊台啦，啊开。查某囝啦，卖春啦，爱累积个财富。咱台湾人有本来有土地，来中华民国嘛是头脑真好。伊用各种无同款的方法，将咱台湾人剥削个一干二净。对。尤其是在1949年六月十五，用新台币一块，甲咱换40000块。换较清清气气，你唔通叫是讲你今日坐伫个所在，家庭生活拢袂歹呢？迄是你的祖先、你的老爸老母、你的阿公阿嬷，一世人勤勤俭俭打拼出来呢。中华民国伫咱台湾做足济足济努力的代志，在座各位，你有读过小学，请你举手。有读过初中的请你举手，读初中有的人无举手，我看看。读初中甲读小学，这是义务教育对不对？对。义务教育免钱的对不对？对。你有交钱无？有。我甲你讲，有一部分人无交钱，公教人员。公教人，我嘛是同款啊，我的爸爸。以前做教育局的主任督学，我以前嘛唔知啊。每时届若上课，开学以后是交缴的，学费交缴的，老师就甲你问讲：你们公教人员的父亲、父母亲是公教人员的，你拿那个证明来，退钱。退钱。因为包括伊中华民国宪法，含日本的规定宪法。全世界都规定，公务人员本来就是义务教育，就是所有人都会当受义务教育。在中华民国无予咱义务教育，你去用提钱是提唔知啦，你机器人方提足侪钱拢是提唔知啦。伊用这个18%，用公务人员去买票。问题是咱台湾人无法度觉醒，台湾人还搁伫沉浸于。中华民国统治，因为自私的心态，伊家己感觉我好就好，伊拢总无想到你好，别人歹，你变作嘛正歹。
全世界这个社会内底，无可能讲单你一个人会当单独活落去。咱今日台湾民政府就是爱鼓励咱大家人，咱来共同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给按下倒，但是免革命，用法律就好啊。我有讲过几啊摆，我们不喜欢流血革命。在座各位有要流血举手，啊不爱流血举手，你拢跟我同款，咱无要流血。所以你来看，咱现主席这六十八年来，这台湾的社会，因为一直无法改变，有的人就讲啊来革命，啊若要革命，拢叫咱做台生。但是咱台湾民主主张，咱用法律以后，咱来知影，用一支笔，就听我把中华民国给挂出去，中不中？一支笔，一支笔，不是干靠我一个人，咱大家人做伙来赢。但这支笔，你不爱赢嘛无要紧，你嘛爱去看网络。这无，你爱看我所写的文章，喂，一天三篇，一天一篇，唔是较简单呢？已经冻偌久啊？到即马台湾人还阁戆戆呢？你有每一天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啊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的人举手，老实来，老实来，无的举手。一半以上，你看看够可怜哦。无时间啊！哦，无时间，能赚偌济呢？我无看困未起，啊，有人讲看了才困未起呢。我即摆有一本册，互恁摕倒去，歹势啦，因为是恁强迫恁一定爱去买啦，叫做《台湾战争史》啦。恁爱看好无？好，好一只手。啊，那无影的哪啦？我叫我白公不道歉，你拢假骗啊！爱偌久？三个月看会完无？三个月看会完来举手。啊，看袂完来举手啦，看袂完举手。啊，无你要看偌久啦？你要看偌久啦？网络逐天看是我是知啊，但是吼，我甲你讲吼，真正话真正不离亲呢，是安怎爱受恨？我甲各位讲，当政权幸福咱的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就要开始甲美国谈判。和美国谈判以后，买甲日本谈判，因为迄条文官文告你拢看对不对？文告我有讲甲真清楚，美国总统宣布台湾平和，交还日本天皇。但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是由日本天皇来决定。日本天皇要怎做，要怎行，咱拢会来了了。即马开始拢会来了解了解。所以是安怎每一年，咱讲日本皇宫12月23号去甲日本天皇塞奶，这是原因面的。当然，日本天皇也有坚持伊的立场，伊无要将台湾平和这两块土地出卖，就是安尼，安倍晋三才是这边来宣布。去年12月21日的时阵，咱去靖国神社，本来我是就是讲安倍晋三会喊咱去靖国神社参拜，因为。在那個前一個月，我有接到電話，安倍晋三的助理說12月底安倍晋三一定會去參拜靖國神社。他別說那當時我接到這個消息，我很高興，我想啊來啊來啊來，機會來了，安倍晋三要跟我們去拜靖國神社，不猜我們150個257個啊開會後，我跟大家又說到我们可能会有神秘贵宾呢，哇！12月21号去的时候，竟然没有神秘贵宾呢，有一点失望。但是
咱传回来给我看的影像里面，安倍晋三他的旁边的助理，那安倍晋三的那个助理那图出来，我跟他说对一个，您这边去日本的时候，你应该有看这个人，啊，还来大动作上任周年，把他看掉的，啊，还有一张看，看得到吗？就是站在旁边，咱十二二三去，安倍晋三在12月26号一起，伊特别夹一条内裤带，叫咱爱去看伊的内裤带，奇怪，啊，你内裤带有啥物好看？一个看内裤带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安倍晋三伊的内裤带，含咱的内裤带怎啊？同款。伊意思讲哦，我的心与你们同在。抓你去一个发表，我要修信，要让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。你这句话跟咱的主张差不多呢。咱的主张是啥？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正常化，有无？两边拢有正常，就是表示以前拢无正常。啊，这嘛真可怜啊，包括日本啊，经过28年煎熬，到即摆才知影讲家己无正常。他一个心经的讲，经过68年起效，安尼68年啊，才讲，我无我是心经的。所以，可见咱的人的这个智慧啊，甲需要这个教育，实在是真厉害，真厉害！怎？生命里面甲你主宰，用教育甲你主宰，用教育甲你改变。我相信，咱有真济人无来这上课以前，会感觉讲你是咱中国人。因为你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前你读小学的时阵，恁学校的壁就甲你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但是即摆，你渐渐会当来了解，咱毋是中国人。所以最近中华民国教育部讲要共迄个课程的纲大纲啊，要稍微修改。你看到几条要修改？所以伊佫甲你讲。你如果不用，看你将来要怎么办？因为考试给你考一个，啊，咱的囡仔无读无会使，所以今日呢，啊，非常的欢喜，咱回来报道，回来电招，这无这边的电招会当代表三项代志。第一，咱各位在座这各位，恁的心。好，包括你的身躯，也搁伫台湾民政府的体制内底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点，您来登来参加点招，表示讲，咱100%相信台湾民政府会带领咱大家建设一个新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点，你会当为恁遐来参加，表示你的身体真健康，无怕病。这嘛真的值得高兴的，啊！无你唔相信，你若看片，你看你咩来？不过因为最近流感真多，我刚刚早起有小可着着的款，几啊年唔捌着流感的，啊！早起小可，但是较早阮太太我食迄药啊，迄礼拜呢，够有效。啊，食啥物件？胡帽。哎，胡帽不是什么中国那个胡帽呢？真厉害，胡帽。那就胡帽热饮有效呢，刚刚有效。哎，我无你这做广告，我要做广告，应该去买新台湾论。我即摆因为时间差不多啊，我爱等我告伊，等咱翕相。22号，咱的郡守考试。希望在座各位，你回来参加考试。考试免钱啦，题目简单啦，只有是非题跟选择题而已。啊，有简单无？有。你考试30分啦。你一定要读，你若无读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考袂过。咱22号是下午4点钟开始考，考到6点，因为早上。
我们会有点招，后期的点招。所以希望各位大家拢来过，来通过本秀的考试，因为咱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执政的时间越来越少，要赶快把所有的政府该有的机构给它建立完全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待会照相，按照机制哦，台中。